这只是一只毛毛虫，这些是它蛋蛋，它有很可爱的小颜色。拜拜，毛毛虫。4月12日，星期日，小米黑板开箱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你好，我是雷雷，我是。今天我们要开箱小米的黑板开箱。小米黑板，3、2、1。今天好晚哟，来睡个小觉吧。这是小米黑板，哦，看起来好好玩。小米易经手写板，13.5寸。哦，好大嘞！啊，它可以这样子放在上面，来拆掉，再按这个按钮。来，我来画一只猫咪，不要拆哦，要给大家看可爱的猫咪。它一打开就能画了。按住要重画怎么办？知道吗？知道，就按这个。哦，好厉害哦！等一下，我的小猫咪。啊！毛毛虫哦。对啊，我毛毛虫啊。跟毛毛虫走过。它都是蓝色的，不要乱按哦，你的手没办法。只能用这个笔，这笔好酷哦！这是涂颜色的笔耶，它笔也会没水，不会啦。然后就是，这是它的蛋蛋，这是它的蛋。这是给小朋友们玩的画画。那、如果说你们画完想留下来，可能就要自己用手机拍，有没有？这样子没有？慢慢的，我拍一张。这样自己用手机拍一张，这样子拍下来。啊，不要拍就直接清除掉就好。好了，我还是不会接受。这只是一只毛毛虫，这些是它蛋蛋，它有很可爱的小颜色。拜拜，毛毛虫。来，拜拜。我是弟弟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旁边它有个，我们把按过去，它就锁定了。这样的话就按不掉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往回的话，它就会按得掉了。那我想写的。里面写字也蛮漂亮的，有点长。嗯，这里是那个这样子的吗？没有，下面还是草布。下面是的木。我上面是草布吗？没有，上面没有。没有，没有东西，一个东西都没有。木，对吗？那时候才能放，我都没木。那姜。哪个姜？姜，那个姜是像的姜。好。对了。OK。象棋的姜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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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我之前擦都赢哎。他换我。缺擦，
按掉，按不掉，按不掉，看。平手，没有，我先。没有，你们姐姐先的，对。嗯。又没关系，圈差白就输赢，跟鸡太讨厌一样，都会有输赢的。姐姐说她会赢的。对啊，姐姐赢了。姐姐说她会赢呢、欸。没有。没有圈或差一定会赢。姐姐有说。现在是15:08，该相一个了。来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也是你怎么样？来讲小爱同学讲的。相一个。我不要。相一个。一个。快点，相一个。我不要。小爱同学。没有。来。不要相一个。小爱暂不支持该操作。为什么有个脚为什么飞在空中？抓气了吧？气也会飞哦。小爱同学，哎，取消香一个。好吧，那我也取消了。耶！我不要取消香一个了，我取消香一个。小爱同学说他自己要取消的哦。小爱同学，哎，不要相一个。小爱同学，带。需要带伞吗？是的，台北市今天阵雨转晴，记得带伞。现在是15:10，该相十个了。相十个来，要不要按掉？相十个。相十个。香的，香十个，不要，赶快赶快，我们去捡东西来丢它。小爱同学，对，香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了，大家，下面这集我们晚上6点多收视影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用指尖。